他说我又下班了。吃的每天，你洗你们老洗澡。那起码得几天嘛？哦，一天了，一天一加班又出来一个，又出来一个。啊，又出来一个。妈呀！是的。他这个脏，他这个可脏了，他那个脏。哎呀，用那个纸那衣服了，洗那个了，衣服那也带花。哎呀，你老的，你老。哎呀，你老很带花的那房子空的。你看那虎皮，你看那个虎皮，你老把那虎皮买了，今年都虎皮买了。好走了，潘三。好，我们走。哎，真长在那个挺好。这会儿你刚才出来了，高兴不？没有，他们。哦，反正他们都。好脏。今天要爬呢，爬呢，爬呢，爬呢。走吧，咱俩都走了，咋样？走着给他扒拉，不是扒拉，什么？这样能照着小雨，这俩照不着。怎么照不着？哪里？看，哪照不着？肯定照不着。这么大熊猫吗？看着。照不着。你就搁这位置。不照清楚，发的咱们就往旁边。我们照不清楚，太远。那个我从灵湖河岸家开的，人家就在这里住。那是个
能帮我拍一张吗？我已经放大了，帮我拍个熊猫拍。那个熊猫我放大了一点，给我一些熊猫拍的材料。这个地方吧。拍照录像，刚才录，再录个带。还有小熊猫呢。
看着你了。刚才这三只大熊猫，哎呀，前面拍的好清楚，真好看。这两个，这儿还有一个，三个，不，三只了都。哎呀
这儿，娟娟，这儿。这儿来了，都来了。拿去了。过来，过来，他们看到你，是趴着。小云，哎，这个挺大的。哪有这？过来，过来。怎么了？这是大熊猫。哎呀，这可大。哎呀妈，这个大。这个太懒了，趴着不吃饱。走走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。这有啊，走走，来看看那个去。哎呀，这不还有一个，往下面走。起来，下边好看吗？睡觉。耶，这是什么垃圾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哎，动了，站起来。它是走得慢。又他妈躺下了。哎呦，我操！别麻烦了，兄弟。我以为他们二姐不上去了。啊，这还有呢，这还有一个呢。看看这个，看那边可以。看这好看，一瞅就是麻烦的。因为是白的，是白的。啊，好看的来着。那个就是白的嘛。那个躺一个吧，蓝色的。来，这我还什么时间蓝色的？我这裤子就穿。